在演唱会上不仅能看到表演，还能看到成员们之间的爱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被称为 Minayeon 搭档的 Mina 和娜琏之间过于可爱的场面吸引了人们的视线。具体说来，这是去年10月发行 TWICE 第三张正规专辑《爱的公式》中收录的 Candy 时发生的事情。Candy 时把爱情比喻成甜蜜糖果味道的歌曲，而 Mina 和娜琏在演出中面对面微笑时也散发出了甜蜜的恋爱氛围。娜琏在 Mina 唱歌时会紧闭着嘴边点头边听，而娜琏唱歌时 Mina 也会点头认真听着，就像是在为对方送情歌一样可爱。甚至还有性格害羞的 Mina 在隔空接吻娜琏的大放送晒闪，两人在如此甜蜜的曲子中表现出的可爱举动让粉丝们兴奋不已。其实 Mina 和娜琏经常展现出友爱互动，娜琏曾在节目中说过自己对 Mina 经常心动，而两人表现出的情侣模样甚至让成员们发出过交往吧的呼唤。成员们都说 Mina 非常溺爱娜琏，并表示娜琏就是 Mina 的女儿。在 TWICE 六周年万圣节纪念活动中，娜琏和 Mina 也扮演了母女的角色，展现了有趣的互动。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赞和订阅哦。